近日，广东广州，据国家社区消息，一名女子爆料自己在夜市遇到无良鬼称。那时候商家跟我说是48一斤，称的时候显示是一斤，拿在手上很轻，我说不对，我自己带的秤，然后实际称了一下是200多克，已经拨打1315了。